好，那我们这门课的名称是合唱与指挥。什么是合唱？什么是指挥？好，这样吧，晚来的同学，不算你迟到，你要表现一下，给一个中音 C。你能不能从哆瑞咪唱一个音阶来接？就你看我，你看我看你，你就看到那边去，能不能看我？啊？哆瑞。给你掌声。啊，现在来晚了还唱得挺准的哈，我以为刚来乍到哈，没有准备会不准，不错啊。那么刚才大家听到他是一个人在歌唱，算不算合唱啊？啊，当然不是了，独唱而已，对吧？那我们反过来见吧，从第一个开始，然后哆瑞咪，一个人唱一个音，好吧，跟我的手一个音唱一拍，起。啊，音不太准，有的很准，有的差一点，当然这第一次嘛，无所谓啊，知道了解你们就行了。那就刚才他们这七个人哈，加上最后那个多也算的话，八个人算合唱吗？也不算，他们是分别唱的，对吧？你听起来还是一个人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全体来，一是什么？大家一起唱，齐唱，相同的音，对吧？那么齐唱应该是跟独唱不一样了吧？可以算是合唱的一个最基本的形式了。好，那我们再这样，把这个音阶呢，拆开来，唱出它的主要的三个音，哆咪嗦哆，哆跟哆一样的音，所以还是三个音来唱，哆咪嗦哆，收掉，看我的手，这是收啊，这是唱啊，习惯一下，光是女生来。起，哆咪嗦哆，男生来，哆咪嗦哆，我都收了，你还在唱，就表示心里边没有指挥。啊，我为什么停下来呢？刚才有一个人比我早，啊，也等于没有看指挥。所以合唱跟指挥的关系是一定要相互沟通，相互依靠，谁也离不开谁啊！所以你们不看我，我不看你们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所以合唱跟指挥是密不可分的哈，相辅相成的。再看手，哆咪来地，哆咪嗦哆，很好。那我们再拆开一下哈，这边的男同学。我们暂时作为低音声部，就唱一个哆，明白吧？来，进，哆，收。这边的男同学唱高声部，相当于嗦哆，来咪发嗦，唱嗦，来，进，嗦。有一个人音不准，那么你唱的时候没把握的，听听旁边的啊。嗦，跟人家唱的一样，来，进，嗦。
对了，聪明，挺聪明的啊！啊，假如没把握，你可以不唱，有把握再唱出来，唱出来一定是准的。好了，这边的女同学，充当低音声部。哆咪，来吸气，不准，调一下，听一下，钢琴别响，别响了。啊，钢琴给个音，我要练的是他们要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把它唱准。一开始给他音，然后就不要管了，最后再检查，我需要你检查的时候再给个音，看回到跑有没有跑调，这样来训练。耳朵听准了再唱，唱准了耳朵再听，那不断的这样来调整训练，把音能唱准。好，来女低音再来一次，起。收。好，这边的女生唱高音声部。哦，明白吗？来，吸气。好。那我们一起然后按顺序先进来，先是哆嗦咪哆，然后呢当你没气的时候呢自己换，明白这意思吧？哎，就是我哆，中央没有气的时候我就悄悄的啊，悄悄的换啊。嗯，所谓悄悄的，就是不要让旁边人知道。你不要哆哆，那就暴露了啊！所以悄悄的，来，对，男低，哆，然后听好了，没气自己换啊。嗦，低了，嗦，钢琴别响，钢琴别响，啊，不准不准，哆。瑞咪发嗦，想好了，不一定很大声，音准是第一位的啊，音量是第二位的。再来一次，听好。哆，有一个人就找来哆，哦，哎，这音还不准。哆，别哆，哆来起。哆，听好。对了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对，你们出来的，对。协和了，你们就来，哎呀，一直没，不要转一个弯，咪想好了，咪，没气可以自己换的，但是现在我已经在纠正他们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不唱了，对吧？等于说我讲话的时候，你们就不要再出声音了，不然的话是干扰。来，咪可以给他们一个咪，来进。后面好了，一开始有一个人在和弦外面的，后来找到了，回家了啊，找到了，再来一次，行，好极了，来，再来一次，男低音进，哆，很好，好极了，低了一点，上去一点，轻一点，对。轻一点，对，很聪明你们啊！就当你唱准了以后，还要听一个东西，就听跟他其他的关系，一个是音准的关系，第二个还要听大声小声叫力度的关系。如果他是哆，你嗦，就比他过了，太大声又不协和了。啊，你声音跟他一样大，就非常协和。那每个声部进来都会做成这样的协和，这是合唱最基本的一个东西。我们再来一次哈，再来男低进，哆嗦咪，轻一点，好极了，收，然后一起。收，然后在唱准的基础上，我们再做一点集体的这种力度变化。那么看我的手啊，假如我的手是往上，像什么？应该感觉声音应该怎么样？大，坚强。
如果反过来这样呢，介弱轻一点啊，还是这个音哈。那还能找到吗？我说了一通话，然后你的记忆里边还能找到原来那个音吗？这叫培养你们的音乐记忆，把那个音高牢牢的记住。哆，你看我讲了很多话，还能找到哆嗦咪哆。注意吸气，轻一点这边。哎，对了，然后轻一点，轻一点，没有气可以自己换，但是集体跟我轻一点。对了，反过来呢？对。站出来，再给力，再给力。哎，那么这是一个人是没办法做这样的东西的，因为气就不够啊，所以这个力度上合唱比一个人的力度要大得多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做一个东西，说你们听一听啊，看看假如是男生唱哆，那我说来男低音进哆，非常好，现在男低音的音色非常好啊。然后你们再好一点，就把嘴圆起来，把那个哆唱成啦，把嘴圆起来，共鸣就大一点啦，起啦，好极了，一样啦。能听到男生的这个，我不说的，但是有一种印象了吗？你们听听女生，咪来起，咪，然后也一样用啦起，啦，轻一点，啦，轻一点，啊，虽然音不太准，但是呢，基本上可以听出来。男生跟女生的色彩一样吗？不一样啊，实际上从音高上也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的男生一般到了十二三岁就会生理变化开始变声，于是长了喉头，然后声音变得沙哑，然后变得低沉，所以然后跟着钢琴唱一个音出来，比女生就会低一个八度，色彩就大大不一样啊。然后还每一个人每跟每一个人之间都还会有音色的不同哦，有人讲话就是先天比较浑厚低，哎，有人讲话就是高音的样子，啊，所以这个色彩是很丰富的。但是独唱不可能，独唱一个人就是一个音色，他在装也是他这一个人音色，而合唱呢有很多人，不一样的人，生理结构，男生的女生的，老的小的，各种，所以合唱的音色比独唱的会丰富的多啊，这是一个第二个大特点。那么第三个大特点就是我们一个人唱，假如比如说还那个同学唱，看你挺有希望的啊，就你刚才唱的那个，你就唱用啦啦啦啦啦啦，你的声音还挺好的，我挺想听的，然后往上唱好吧，来起，再上啦啦啦啦，还能上吗？哎，有限的，对吧？你再上去，但是如果你把女生跟男生结合起来啊，比如我们去，你唱个啦，对，然后你来，你女生唱个哆啦，然后啦，对，你啦，然后啦，一起来。听出来吗？一样的，是不是一样的震动？虽然男生一下哆啦哩啦啦啦哩哆，哎，女生是哆，才唱哆呢，还没到哆呢，所以刚好男生唱的高八度的那个哆呢，女生的那个哆就是同度。那女生再从哆来咪发嗦哩哆，就已经唱了两个八度了。你一个人只能唱一个八度，可是女生加减就可以唱两个八度了。那也就是说合唱队啊，如果我们一个人很厉害，唱两个八度，那合唱队至少三个八度以上。
再加上有的天生就比较能唱低音，有的天生就能唱得很高，这样的话合唱队至少可以唱四个八度。哎，人一个人是很难唱到四个八度的，对吧？所以第三个特点就是合唱比独唱的这个音域会宽很多，表现力就当然就会更加丰富了。第四个特点，合唱比独唱，其实我不说刚才你明做了啊，刚才一个人唱哆的时候，对吧？哆，起，好，大家来，哆，音量一样吗？很简单，一个十个人，我们这里是一百个人，差不多啊，那比一个人的声音肯定大很多倍。就是说合唱比独唱在力度的变化上，在力度的张力上会丰富的多，大的多。所以综上所述，我们合唱的特点是相对独唱来说的是四个，还记得吧？对吧？反过来说，刚才力度、音色，还有呢？音域，还有一个呢？啊？力度就是音量。对，还有一个你们做了，但是你没有说，就刚才我说悄悄的换气那个东西，我们每一个人吸一口气，哆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总是会没气的，对吧？可是合唱你们悄悄的不换气。来，哆，你们的咪嗦，哆，一起循环换气啊，进，哆，哎，没有气的时候悄悄的换，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。啊，假如我不收，就别说二十一了，就是两个小时不收，照样有人换气在唱，对吧？一节课下来，哎，怎么还是一口气啊？厉害，这就合唱队的，他的气息比独唱的要长。那么气息长了以后，他就可以做很多变化。在这个循环呼吸里边，我们随便做一个，我不说，你们看我的手，还是那个音，我们先把这个音唱好了，再唱多一点啊，然后改变。把和歌唱的状态稍微调整好一点啊，不是多就是讲话，多人地方说这是讲话，多啊，然后变成咯，嘴张开啊，让口腔获得一点共鸣啊，声音在口腔里面回荡一下，咯，来，每个声部都一样，我讲过一个声部，其他声部效仿，对，男低进，咯咯。可以再坚强，是吧？一口气里面啊，一口气里不光是唱的长，而且还可以强弱变化啊，包括色彩变化，一个声部一个色彩，男低色彩，男高的色彩进来，融合了，然后女低进来，融合了，女高进来，所以各种色彩的变化都可以在一口气里面完成啊。有的歌很好玩的，它可以你听起来延绵不断，好像从头到尾没有换气，在合唱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。啊，那么我们把这个音稍稍的变化一下，多唱两个音。男低唱哆发嗦嗦哆，记住吗？五个音，来，起，哆发，低了低了低了，哆来咪发，想好了再唱，好嘞。哆发，注意，嗦哆。当你们唱出来以后，有的人唱的不准，我会停住，让他你们互相听一下，然后把它调整，互相靠了，都唱准了，协和了，我才会唱第二个音，明白吗？
在合唱训练里边一定要先把音调整准了，然后再继续下去，千万不准的东西，不好的东西，不要让它继续下去。还记得那几个音吗？再来一次，来，起。哆发嗦嗦哆。对，记住背下来。我的你们嗦给嗦就行了，不用弹，就嗦对。那升级吧，刚才你已经升级了，对。原来我说中间声你就不要跑到另外的音上去，不然的话把耳朵会搞坏的。然后再永远记住啊，这个怎么是升 C？ 对。啊，所以指挥说什么东西你就按指挥的先办。如果你觉得有问题有意见可以提出来我们商量。啊，你觉得这个音不好啊，为什么不好，你可以提出你的道理来。啊，我们在课堂上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，但是呢由于我站在这个位置上，你们先听我的，当我需要你们提的时候，你们再给我提出一些哪怕是反对的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的，好吧。好了，我们还是回到原来这个中间 C 吧。注意蓝低重来，来进，听好了，吸气，然后嗦，对，哎呀，看一看，你在，耳朵很重要，心里面想的也很重要，想到了那个哆，那你把嗦，想到那个嗦，然后耳朵听好了，唱出来就是那个音，一定要练这个东西啊。内心的听觉跟磁带的外在的听觉统一了，然后再唱出来就准了，这是个过程。